IDF 金国号 F16V 战机接获指示，立刻挂弹起飞。战机空中巡弋，地面部队。光初一就有六架解放军机线中，也飘来八颗空飘气球，军方绷紧神经，紧盯敌军动态。身为国军的一份子，更应该戮力战训本务，提高警觉，坚守岗位，守护国家安全。我将持续戮力战训本务，展现空军守护领空的能力与决心。要应对敌情威胁，除了秀军事肌肉，新政喊话也很重要。国防部日前公布以年兽为主题的动画片，这是传说中的年兽，它身强力大，凶猛残暴，甚至还会口吐烈焰，每逢岁季交替之时，就会四处打家劫舍，肆虐破坏，所到之处满目疮痍。毕竟时代在进步，年兽也是会跟着进化的。年兽不可怕，就怕年兽有文化。暗指中国不断对外扩张，让威胁始终存在。整部影片似乎也在回应解放军东部战区的这支 MV。一个无因难免为遗憾，一个无因不弃不梦。改编歌王叶启田的《爱拼才赢》，以回家为主题，甚至喊话“家是不好人”，统战意味十足。如今人们已经不用再孤立自保，因为国军时时刻刻不分昼夜的守护，让年兽没有任何可乘之机。影片反日共军认知作战引来狂战，反而解放军的 MV 被批改的怪腔怪调，还有网友要中共别做白日梦了。民事新闻综合报道。